第三镇丁湖社区伫镇公所补助下，举办一场月饼制作展示。家长陪制作月饼，志工嘛无闲制作一百盒月饼礼盒，要发送予社区长辈。第三镇长陈东木甲议员嘛专工含大家做伙做月饼同乐。老师一边教，边的人就对咧做。德山镇长陈东木、议员陈耀玲、蔡平娥，马上大家做伙学做月饼。要请真侪咱这社区这四大人来这做月饼，啊，这非常的有意义，因为中秋节嘛，一人人团圆，啊，做这月饼嘛是这个艺术加意义啦吼。哇，我们知道中秋节到了，带着长辈的这个据点里面的话，看到他们欢天喜地的在那边做月饼，我们希望说这个中秋里面大家越好人团圆。中秋就准备到啊，德山镇顶好社区伫顶公所补助下，举办幸福社区中秋送暖月饼制作仪式，来教大家如何做出健康又搁好食的中秋月饼。一方面会当予咱啊，即个时代食着上佳健康啊，上佳啊安全的一个月饼啊，一方面搁会当讲食着家己做的月饼，即更加是上佳有感受的啦吼，通常月饼拢是咱去买咱去送的，但是因这是家己做家己吃，我想这是拢真特别。用最好的馅料，然后有最高档的食材，然后也用最高档的油，为的呢就是让长辈呢吃起来哈，身体上面没有负担，然后呢他们都采取减糖的措施哈，那让长辈呢能够吃得安心，然后呢又不会过分的糖分太高。除了要好吃，也要注重健康。顶好社区表示，月饼拢是用较好的材料，而且之间嘛无用制作一百阿伯的啊，要准备送给社区长辈。中秋吼过了真欢喜啦吼，啊做这月饼，人家真好做吼，啊做得真好吃，啊也袂真甜，也袂真迄落，安尼足好吃。因为阮这是算世代的烤箱，啊所以就有哪做有哪行安尼，啊这料阮是爱。唔敢放食迄用酥油吼，算讲迄是较俗吼。啊，阮就想讲家己要食的吼，用较健康的，所以用迄个无水奶油是较贵啦。嘿，一克啊都270块。嘿，啊，所以阮就用迄比较食是多食，食较健康的。随着物价一直起，顶好社区家己制作月饼，社区店卖嘛讲，唔那会当省下一点啊凉水钱，家己做的唔那好食，嘛较健康。记者蔡浩凯采访报道。